来，傅小你好，我们来看这作业。好，你可以哈，像我这左边这是那二选色的原版啊的，它效我都用二选色的了哈。那我的意思类似这个啊，把它去先放大变成 A3 的就好了哦。再一次两行哦，你这样太短了，我要练行气哈，而且你这样把它改变写得太松了哈。哦，先不要自己自运哈，你这样还搞不太清楚啊，它的一些细节。好，那你现在呢，把它这样重新太弱了，好，我还是啊，先帮你先改一啊，下次记得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太松了哈，最重要你这样写很松哦，你还不太会去调整它的一些。怎么去安排哈？所以先不要做这样的哈，先照着它写哈，它的行气位置，来从，再过来，这是在兰亭的哈，所以我们说想办法把兰亭，你既然学过兰亭这个字该有的地方，想办法把它复原，这样你就会更知道。哦，原来课本会少掉什么东西？哦，会变形到差蛮多的哈。来，虚，等一下，我女儿都把都每次都会给我调整。我看一下哈，不要去旋转，OK。就好了，我转来转去的，虚，哦，它的笔顺先写这个哦，你应该知道，轻一点，代笔上呢。不要把线条写到那个弱调、虚调。好，飞白啊，哦，你看我稍微快一点就飞白，纸没有问题啊，这纸很好。下次因为你这样写字写一次有点少了哈，可以写多一点点。有，大小块较大，小心哦！我刚刚讲的就是原来兰亭长什么样子，想办法写出来。嗯，照他这样画哦，感觉就写得很，他就很弱很弱。你看，原来没有，甚至比我这还重哦。那它这样课本越刻越瘦了。好，左边这个小型方笔，厚重的感觉多一点。好，可以代笔，没问题。控级，稍过来，侧锋，挑起来，这里，再来。红记万品，典狱十方。哦，他这文章写得非常的优美。哦，这个当然，理论上是唐太宗叫他儿子唐高宗写，那你知道都是下面的人帮他写的，只是最后看一眼，啊，说啊这边
改一下怎样怎样哈、哦，实际都是后面有写了哈、哦，大臣写的了哈、哦，润饰，整个概念而已啦，唐高宗。哦，注意这个速度感。现在就是真的要、哦、想办法让整个书写流畅，流畅不是快、哦、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要写出这种像我这样，你看随时稍微就有一种飞摆一个速度感在里面，要不要断掉，像这个连贯性。好，那因为在这里连贯性都常常不见了哈，你要想啊自己把它变出来，来再控制一下。这个再写一段时间啊，你要赶快把我刚刚讲的东西放进去。写到这边呢，哈、哦，大概造型都没问题的哈、哦，就这些精致度，然后当然再来就是，除了再多写以外哈、哦，可能再开始准备要写原版，啊，对于墨汁墨或者墨的要求就要越来越精致哈、哦，笔的要求。精致不一定要贵哈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要注意它的粘度或怎样哈。早晚要用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磨哈，早晚要磨的哈，因为你用墨汁永远都会蛮粘的，它要产生悬浮性啊，就一定要粘度才行。所以你要去找这轻。青椒的哈，会好很好写，好写很多。你很多问题，哦，可能就产生在胶的问题上，玉卡卡的，然后去背哈，背这个双人旁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写。他不是他写错，是真的以前就是行草书草书双人旁。会变这样，啊，去背起来。好，多了一个十，十十十，啊，所以这行气你都变了哈。哦，直接我懒得再调了，写得很圆，切进来方一点点，再笔，好，大概这个样子哈。然后呢，辛丑元月，好，元月23，差不多盖印章，哦，可以，啊、哦，这大小可以哈、哦。啊，你那个信封，我上次有提过，信封的字写的太小了，哦、尤其用圆珠笔这样子，有点蛮弱的哈、哦。你再去可以写宽厚。大一点不没办法写厚重啊，哈，就是因为、哦，但是字太小了，啊、哦，这样子的间隔太松了，写小是可以，像写中间就要再大一点，你自己的回信也是一样哈、哦，要注意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王安石这一首，那写完这个哈、哦，我建议了哈、哦，就把拿到之后回去把。写成一个完整的，那不用给我看，自己留起来盖章，当做一个作品。好，那怎么把它变成一个作品？怎么安排？你自己想办法。好，大小不太一致，像墙这么多笔画写这样太小了，脚哦这样反而太松了啊，整个脚需要再调整一下。来，那很硬哦。你把那个倪匡瓒写的硬邦邦的了哈，圆滑一点，圆一点，啊，造型都跟你一样，斜度大一点，你这样的结构很像欧阳询的结构了哈，太方
方的东西太多了，然后两边的对称感要注意。然后这边要摆动，你忘了要摆动。下面的回太硬了，然后方哦硬邦邦的哈，写大一点点。我们说七八分嘛，你现在六而已哈，不，哦角有点太大了。这个角，哦，一样重，左轻右重，而且有点张开的感觉。小心这一笔标写这样，哦，这是欧阳选四的写法。哦，你看轻重再明显一点，这样才不会那么弱。树之眉。树。那这个字也要写大一点，那笔画多哈，轻重也要注意。OK 呢，中式轻重者，好，这一个入笔注意哈，太硬了。轻重轻拉长一些，轻重明显一点，好，轻重之，好，松掉了，血管要躲起来哈。你都会把字写小了哈，这里拉长一点，中式不一样的入笔，太弱了哈，这根好眉，嗯，这个母歪掉了，没事就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就好了。